这间厝发生的任何代志，甲你哦拢无重大。你这是啥物代哦？迄钱阮提前拿来，你连伸手摕你都袂晓。洪娇的病吼，已经袂当去拖啦。应该讲其他的办法啦。我过去找美玲哦，参详一下好啊，吼。啊，林美玲已经搁嫁别人，伊必须要跟你离婚，安尼你就会当正正当当，甲林美玲摕到一笔钱啦。今晚八点至十点，连播两集，台视加油美玲。感谢《酵素王》冠名播出。